大家好，我是銀鹿咖啡茶座老闆娘 Kate 李海湖，今天是7月23日星期日的。今天剛剛在 Facebook 呢就發放了呢，就生意呢真的有點靜的，但不要緊，靜呢是因為大家都困了很久了，原因呢就是困了這麼久，大家去探親旅遊是對的，所以呢我們都要面對現實。那我們只要做好的出品呢，我相信呢香港經濟再起飛呢是不願意的，所以大家繼續努力，不要緊的。那好啦，很多人呢收到很多訊息呢就告訴我，喂，你的月餅出爐未？哇，我想說剛剛賣完種了，這麼快就賣月餅，有人說我已經試過三年的月餅了，好希望呢就可以訂購月餅。你等我陣間先，因為原來很多客人來，其實客人可以入來的，不用是啊是啊，坐在兩邊就可以了，不要緊的，你看看多少客人來支持我啊，所以很多謝大家。其實呢近的有油塘行下來的我都這麼多謝他，因為樓下已經有東西吃，遠的有些去到呢湖南河北四川重慶哈爾濱他們都會來，所以真的很多謝大家，因為呢樓下有東西吃的了，要是遠道而來呢我都很感激大家給個錢給個生意我做，那我們呢這些老店才可以經營下去。那好了，講到月餅了，千呼萬喚幾時出啊？我輕輕介紹，因為有些人可能未賣過的，雖然今年第三年賣。佳信記啊，佳信記，佳信記的月餅呢就是原裝馬來西亞進口， Ada 姐呢親自飛過馬來西亞，那就自己去做月餅，我叫她親埋我玩的啦，我當不到時間不能夠跟她一起去，那希望明年我都親自去到現場呢做月餅給大家吃，好嗎？那好啦，那斑斓月餅大家可能有些人未聽過，吃過的三年追到我呢，如果男仔追就好了，追月餅的嚇，個個都話個月餅好吃，俾個鏡頭前看下，綠色的嗬。有些人話咁怪嘅，斑斓咧係一個植物啊，清熱氣嘅，低糖嘅，非常之美味。個個送禮啊，各樣好。咁佢嘅優點咧，除咗好味之外，仲有咩呢？一定要話俾大家聽，這個咧先就係關鍵咯。因為咧而家經濟咧冇咁好啦，同埋加上健康，咁啊好多人咧唔係錢嘅問題，係唔可以食咁多啊。咁咧於是乎咧，佢哋咧買咗盒月餅，有時咧大家可以小聚啦，咁啊同埋啲親戚朋友，咁佢哋可以 share。咁你知啦，如果一個月餅好似我俾個大家睇啊，如果我哋有時咧去一啲街市咁樣去攞俾人咧，係咪有時好似好肉酸啊？嗬！嗱，佢嘅優點咧就係噔噔噔噔噔，獨立包裝㗎。咁有時我哋咧 girl shop 咧幾個女仔約埋出去食嘢，跟住咧一人分一小個，又高貴啦，又好睇啦，係咪啊？咁樣送俾人哋咧，唔係孤寒。是因為真的可能有時一家人呢得兩口子吃不到那麼多，那我們送一對給他就可以了，那又不要浪費啊，因為有時慢慢跟我買一盒，但我得兩口子，一盒月餅吃到幾時呢？所以知道了之後，很多人就可以買很多了，送給身邊的朋友，或者 gathering 一陣送給親戚啊、康間啊，或者我們見到的老人啊、長輩啊，那我們等他過一個開心的中秋節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做得相當之不錯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很多時都說我媽媽很喜歡吃五仁的，以前剛趁什麼和什麼和那些呢，我去年呢給媽媽試一個呢廣式五仁月餅，非常之好味，媽媽說呢這個月餅好味，現在什麼和什麼做得好，我其實是買了這個給媽媽吃，哇，我告訴你，個個說這個月餅做得非常非常之好。那這個斑斓月餅清熱器呢，我現在就設了這個在這裡，咁現場咧都有啲客人，記住啊，有幾樣嘢，第一冇得試食，冇得試食，咁孤寒㗎，話如果試食咧，我下下拆一盒出嚟咧，我下次咧第二個禮拜見我唔到㗎啦，已經，因為我已經關門㗎啦，所以希望大家體諒，留電話，留意一下呢個電話嚇，9046650501留電話，咁咧就話俾我聽幾時要，幾時嚟攞貨，咁到時嚟到攞貨俾錢又得 ，PayMe 俾我又得，留呢個電話嚇，就記得講清楚自己係邊個，自己係邊個，好唔好啊？咁希望大家大力支持我，支持佳信記，支持我，好嘛？好啦，我呢啲月餅咧，請現場咁多嚟到嘅客人食，好嘛？呢個係緣分嚟嘅，大家話好唔好啊？有冇聲音啊？請大家食好唔好啊？好，哇，大家話好啊！咁我哋一於將嘅月餅咧分出，雖然係少啲，咁啊大家試下我嘅月餅，希望大家支持，支持香港，我哋唔係小企業啊，我哋係微企業。希望支持我們的老店，希望繼續經營下去，因為香港呢除了連鎖店之外呢，都是很需要我們呢盛傳下我們長輩留下來的微企業，是微企業，好不好？希望 K 姐可以捱下去，一路做下去，今年做到54年了，希望呢一路一路呢踏入我們的60年，好嗎？好了，不說那麼多了，拜拜。